天期待新惊喜，快乐总比烦恼多，记得初心做自己，提升我才别得意，仰望星空踏实地，不等时间只等你，寻找出发的救助站上，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快醒醒呀！天才危险要抓雪豹，光头强，你快起来呀！光头强，快点！说吧，把雪豹藏哪儿了？哼，嘴还挺硬。看来在这儿。出来吧，小猫咪。好、啊，不出来我可开枪喽！兄弟，别别别！哎呀，光头强呢？我在这儿。不许动！熊二，这咋回事啊？这？幸亏你们来了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哎，他叫二宝，真是雪豹啊！人类，耶！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们为什么会和人类在一起？他不是人，不对，他不是坏人，他是动物们的好朋友，叫光头强。嗨，哼，人类都不是好东西。二宝，二宝。二宝，你这伤？我在高原中了陷阱，被猎人逼到了这儿。讨厌的人类！保护区有动物救助站，要不俺们带你去治疗吧？我才不是人类的泥潭！这，我去找大伙帮忙。好。啊？猫猫，嘿，小心！本王要开始表演了。嘿嘿，小猫咪，跟本王走吧，本王带你去疗伤啊。二宝，二宝，你快看呀，雪，像不像你家乡的雪地呀？不行啊。太阳这么大，雪很快就融化了。是你们造雪造得太慢，多塞点冰块就好了。你悠着点儿，雪爆炸了，快停下！吉吉没事吧？本王没事。这咋回事呀？你们是不是？想骗我去人类的陷阱？不是，俺们是。看来你们和人类是一伙的。二宝，你还是和俺们一起去吧。二宝啊，救助站已经废弃很久了，没人。在。你嗓子不舒服啊？啊，至少也是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，说不定有遗留的药品能治好你的伤口呢。
如果把雪豹攀岩走壁的能力放在无敌怪兽的身上，简直完美。竟然把雪豹带去动物救助站，救助员在的话就不好办了。有了。真的是雪豹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嘘，小点声。哎，俺先进去看看。啊？哎呀，光头强布置的还挺像样啊。快进来吧。终于进去了。哎，怀孕了。嗯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不会吧！哎呀，我说的是雪豹，它快要生宝宝了。雪豹啊，我还以为……啊，什么？二宝怀孕了？等雪豹安顿好了，你跟我进去准备要用的器材。好。有人。啊？干什么的？嗨，我是新来的护士。明天再来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走走走，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什么时候招新护士了？哎，干嘛的呀？哎，兄弟，我是送快递的。快递已签收，走吧走吧。我是游客，迷路了。自己看地图。这，哼，太气人了。有了。愣着干嘛？快过来！我头疼，来就医。俺带你去别的屋子吧。啊！没见过你啊，哪个山头的？隔壁山头。我自己休息一阵就好了。这里不是废弃了吗？为什么骗我？原来雪豹是被他们骗来的，正好把他们分开。二宝，你听俺们解释。这里平时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啊。哎呀，别说了。这又是人类的陷阱吧？啊！拦住二宝！让开！这，我来帮忙。我去收拾窗户。二宝，二宝跑哪去了？那边，快追！注意你们的素质。爸，这是止痛药。哇，不愧是雪豹。这下你跑不了了。都怪那个笨猴子，把二宝给吓跑了。啊！那家伙又在干什么呢？哎，
吉吉国王，二宝在这里。你退下吧，小猴子，本王给你记上一功。我被卡住了。本王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伤口感染了，快送他去医护室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呀，硬邦邦的，像条咸鱼。他咋成这样了？啊！吉吉国王，你脚踹得太用力了。看着像运动前没热身，抽筋了。臭猴子。